眼睛大，长得漂亮。哈哈哈！谢谢夸奖。为什么漂亮？因为眼睛大，因为眼睛小，他脸五官端正，但是五官端正，眼睛又大。男的可以眼睛小，你的眼睛小就不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有区别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两个叔叔一直在夸我，怎么回事？我有点脸红了。你老实说，那个我说的比较具体一点，对吧？嗯。说的太具体了，叔叔，真的是。好，我真的要唱这首歌。啊，公子，我知道。逛逛。所以我在这附近唱歌嘛，你们如果想听的话。Spaces between us,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near, far, wherever you are. I believe that the hardest.那个微信在发的那个叫什么？中国好声音，好好，谢谢。不管是怎么样，你只要在这个上面啊崭露头角，你肯定有机会。啊？什么？真的？人家现在有很听的有很多粉丝的，没事，就是有很多人都在听我唱歌嘛。这是我们彭彭广场。这是形象代言人，形象代言人他来了，要来听我唱歌，我以后也要代表那个话。